我们现在到营区了，我们在卸载我们所有的装备。好，这里是待会我们要驾驶来的帐篷，还有睡袋，然后我们还有床垫，也是在这一区。嗯，就是长这样子，哇，很大的一片石头地，然后这边就有一整条的山岚，哦，非常漂亮，然后有自来水。这一整箱我们是要拿去冰的，我们准备烤肉，然后饮料。这边是滴滴流牛肉面的材料，弟妹很努力哦，弟妹不错哦，有猫哎，猫咪，啊，猫猫，啊，啊，你有什么想法？Hello， 感觉很悠闲啊。啊，哎呦，是这样子吗 ？Zip 是 Water 跟 Vicky 的小儿子。Zip， 你今年几岁？两岁半。两岁半哦。那鱼竿姐姐美不美？啊，她不理我。这位是 Alex。Hello。借我们今天帐篷的。然后 water 嘛，哦，刚有讲到 water， 他们要先架他们今天的卧室跟客厅，所以这一区会先架，这个架起来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在这边煮滴滴流牛肉面。然后呢，在这里的话会架我跟弟妹要睡的帐篷，然后还有客厅。好，那我们来开始架设。哇哦，客厅。客厅出现了，装备开始出来了，给吸出来。欸，你有一个配色欸 ，Water。对，我是军绿。军绿啊 ，Alex 是黑色。两个装丁。啊，今天其他都是女生，所以你们两个要负责大多的工作。欸，那我找到我买假发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对，我是鱼竿。我们今天呢是露营的第五个 Vlog。今天邀请到了阿滴的理发师 Water。我这个短头发也是。Water 他刚刚帮我剪，在发廊帮我剪的，因为我原本比较长，啊，剪成这样比较短，啊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。Water 还觉得还行，好美。Hello， 我是鱼竿的好闺蜜弟妹。弟妹你很烦哎、欸，你很烦，你走开，我在拍，走开，我自己在开场拍。你不要这么吵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露营呢，是找到 Water 露营达人，我不是露营达人啊，露营有经验。OK， 因为我跟乱玩露营咖，我过往。都是很常会走那种一个人独立完成的露营 ，OK。但是我现在就觉得那样太累了 ，OK。如果我自己要那样子帮别人拍片，还要自己搭帐篷，我觉得太累了。所以今天我找了 Water 帮你搭帐篷，帮我搭帐篷， okay. 所有的设备全部都是我，所有的食物啊，但是我有准备滴滴流牛肉面 ，OK、啊。因为阿滴有教我怎么做， okay. 所以我今天有贡献，我有贡献滴滴流牛肉面 ，OK。对，那。今天除了有 Water 来之外呢，还有 Water 的一个也是露营的他是我的手，对对，他是我的前辈，对对，叫做 Alex。Alex 对，所以待会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营地了。这个营地来过吗？来过很多次，来过很多次了。你特别喜欢的，这是在新竹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新竹的六号花园。六号花园，我觉得它很棒，是因为它的卫浴啊，跟它所有的设备其实很舒服，而且离台北的市区不会太远，对，很近，很舒服。哦、今天 Alex 睡的是这个。叫做行军床，好像是那个打仗的时候有人受伤啊、oh, ，stretcher 的单子，对啊，对，放在这个单子上面。我觉得阿滴可以帮我们上一堂那个露营的英文课。不行、欸，不是，我是鱼竿，我是鱼竿，我英文，你不要搞错哎、欸。哦、oh, ，抱歉抱歉，你不要那么喜欢阿滴好不好？ Oh. 阿滴理发师不要天天挂念着他哎、欸，我是鱼竿哎、欸。好想阿滴哎、欸，我是鱼竿哎、欸。弟妹怎么这么勤劳？这不是你要睡的床哎、欸。哇、啊，你在那边无所事事，在旁边什么无所事事？我在拍摄哎、欸。哦，是哦。对啊，我很忙哎、欸。哦，是哦。充气。然后这个孔。你现在是单身吗？我现在没有。哦，你有交往？我有女朋友。哦，好可惜哦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你不要一直觊觎人家的床好不好？不是，这看起来很舒服哎、欸。你坐坐看啊！你不要把人家坐坏！哇，还有一个毯子，很有家的感觉。这个毯子铺上去，整个就不一样了。晚上就不会冷。鱼竿，嗯，你为什么会有滴滴流牛肉面？啊，是阿弟也教我。他什么时候教过你？我很常跟他学习各式各样的。好，所以今天就是要做。鱼竿版的滴滴流牛肉面，干干流牛肉面。OK， 对，干干流。
在家里面已经先把牛肉块炒好了，然后所有该切的东西都切了，红萝卜、葱段、大蒜、洋葱，然后还有番茄跟我们的葱花，然后呢，这个是门前隐味的炒过番茄的辣椒，是当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味道来源，然后高汤，然后还有乳包跟花椒，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的面条，就刚好五人份。今天的牛肉面会是我们的晚餐，因为牛肉面需要炖一阵子，所以我们午餐可能就吃看 Water 准备了什么，然后我们这个晚餐的时候应该就差不多炖好了，我们就来晚餐的时候让大家吃吃看滴滴流牛肉面的味道。哎，在野营也可以做，大家学起来哦，很好。哎，弟妹，不要再偷懒了，我们要来架我们自己要睡的帐篷了，这是人家的，我们要来架自己的。看，弟妹，走，想睡觉，起来了啦。起来，你刚刚开车一路上都在睡觉了，快点来。你刚才不会对我这么说。哈哈哈哈哈。好的，我们的帐篷也完成了，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空间。哇哇，超大！哎，真的超级无敌大。这里，哎，这个是我没有蹲哦，这应该有200公分吧？哇。很大哎、欸，好，我们这样两个帐篷就搭好了。然后，哇，这是我架的，真的吗？对，哇，这个有个小厨房，这个超可爱哎、欸，可爱哦、喔，厨房区，厨房区是我架的。Water 帮我架一下我的烤炉，这是瓦斯吗？这是瓦斯炉，通常啊，这个是很火很大，所以通常我们会比较远一点点。OK， 那这个就是，对啊，控制的这个 ，OK， 下面这个是控制的，就是点火的 ，OK。好，所以现在晚上你看不到火，所以要很小心。OK， 好，可以这样把它，像这个如果锅子比较小，我打开好了。需要音乐。这锅子好像有点小哎。嗯，这是已经是最大的锅子了。汤这么少？要加水。超大火，对，我先让它先滚，然后滚了之后，我们再来焖它，然后这个大概要炖个2个小时，然后在炖的过程当中继续调味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盖起来。好，我们在刚刚煮饭的同时，我们的帐篷好了，哇，超级豪华的。它是一个么字形开起来，有一个客厅，然后客厅里面就是内帐，还有一个内帐是我们今天要睡觉的地方，相当的宽敞。然后这个我们也有气垫床。哇，你们这边还有地毯哦，还有音乐，还有电风扇，两台电风扇。哇，这边弄得很完美哎。阿弟 OK 吗？啊，阿弟是谁？哎、欸，阿弟是谁啦？鱼竿可以吗？今天这样的，难怪你们装备资源可以吗？喜欢露营，很赞啊！所以待会的行程是什么？好，我们就一路一直吃看美景，一直吃看美景，听音乐睡觉。哇，好棒！可以喜欢这种行程。哦，我们来吃午餐喽！哇，花的主厨，鱼竿，你最近在做什么？我最近啊，鱼竿，你今天来做啊？我有做牛肉面，我有做牛肉面，我有做牛肉面，我还有我要搭帐篷，你有做吗？我要搭帐篷，好不好？我好，谢谢。哇，有够赞！香肠，辣香肠哦。那你头发怎么了？我没有，刚忘了他现场帮我再理发，剪短了。然后顺便染头发。对对，因为我最近想要尝试换个风格，所以再剪短一点。包脖头。对对对。蛮适合你。现在女生很适合，很流行这个发型。嗯，很适合你。好吃，好吃，好辣哦！你看这边真的蛮 chill 的，这边沙发的感觉。他还在吃番茄。围着一个还可以边煮边吃的桌子，没错。好，那你过去。旁边还有另外一个额外的炉子，那你来这边可以再煮晚餐。我真的觉得太幸福了。哭屁哭，他同时是夹子，也是一个
吹的器具。我是同时是吹风也可以吹自己啊。不会哦。OK 吧。鱼竿很强、哦。OK 吧。鱼竿很会、哦、啊？不对吧？不是吧？哎，小心哦。鱼竿最爱的好姐妹。鱼竿你也太爽了吧？露营就是这样子啊。我还第一次看到有人露营这样的，好不好？这就是露营，这就是露营吗？这个就是露营。现在的时间是晚上八点，那我们来煮宵夜，猪牛野炊版牛肉面。我在煮的时候把油调出来，你看它都凝固了，知道吗？就把上面的浮油都捞起来，就这么多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是阿滴吗？啊，鱼干。哦，干干柳，干干柳，我讲错了。哦，因为你就是。刚我以为我看到阿滴哦，没有没有、哦，因为可能我头发现在，哦、我刚刚说嘛 ，Water 帮我剪。对啊，那你讲话的方式其实有一点像，是不是？哦，对，但是跟平常不太一样。哦、嗯，对。OK， 那但是我因为可能最近太常跟阿滴出去哦，对，然后我也很常跟他学习。我们稍微加热一下，然后把面煮好就可以了。哎什么什么哎。怎么怎么什么？你一点都不像鱼干，你根本就是在扮演阿滴。不是，我是鱼干假扮阿滴、啊，鱼干在假装。哇，太像了吧！最近有在练习吧？还好了。哇哦！这样子就是一碗。好，那我们来吃吃看。野炊版的低筋牛牛肉面。嗯。不错不错不错，但是因为我今天忘记带了那个过筛的那个筛子，所以汤里面会有花椒，因为这是不应该发生的，因为我里面加了花椒，就是少了这个步骤，不然的话应该可以更好，就是汤可以更好的更顺的喝。哎，我觉得很好吃哎。嗯哼，不是，我好久没有吃到格仁牛肉面了，他最近又太忙啊，不，假设你从来没有吃过，我从来没有吃过鱼干煮的干干柳，没错没错没错。那你觉得跟阿滴煮的比起来怎么样？嗯，我觉得青出于蓝更胜胜。会成熟，他是跟你学的吧？他是啊，不，我是跟他，我是跟他学的。我错乱，我得错。哇哇、啊，真的有哎、欸！彩色的火焰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就是负责一道菜，对不对？那弟妹的话负责的是这个，这是什么？我们新推出的，对、哦，芝麻口味的爆米花，对，巧克力口味，巧克力焦糖口味，对，巧克力焦糖口味。你有闻到那个焦香味吗？哦，有焦，哦、天哪、啊，有烧焦的，有焦臭味，哦、没有焦香味。不要吃了啦。早安，昨天我们睡觉前好像。太放松了，没有拍到，这是我们的睡的地方，帐幕里面有一个睡袋，然后旁边空间也蛮大，可以放就是衣服啊，然后书包，小贝贝，我妹就睡这边，她现在在准备一些东西，然后我们出去，现在已经10点11点了，我们是12点要离开，所以我们也要把东西收拾收拾。你要拍我？这是我们的早餐。哇、wow, ，OK 吧？啊，早安啊！哦，哦他们在这边设了一个躺的区域，对、欸，不错。是吧？还是拍我们嘞？喂，哟、欸，你这什么？这个角度不错，死亡角度。哎呀，哎，真不错。那我们待会。就要整理整理，我觉得今天是这次这个出路的体验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讲错了，我第五在镜头上面录影鱼干，鱼干对，很不错。鱼干，那你的五录完，你觉得这一次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一次有一点 glamping 的感觉。OK， glamping 就是 glamorous camping。为什么鱼干的英文突然变这么好？因为我跟阿迪学的 glamping 的感觉。OK， 然后就很奢华，因为装备都非常的高级，我觉得。Okay. 我们特别很多那个叫什么 snow peak 的装备，还有跟还有 Alex 有一些比较特别，就是对什么像一些老的东西，老一些很老物件，对什么煤灯啊，然后一些对一些。
暖炉什么的，都是用很原始的方式在运作，很有趣，就不是用电。对，所以今天看到，这次来看到很多新的装备，所以我在这边也是跟我频道的观众承诺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自己之后的露营呢，鱼竿之后的露营呢，会有更多更多非常厉害，今天是很舒服这样子。那这就是我们这次的第四次的露营 vlog， 期待我们下一次六集。鱼竿，你下一集真的要讲六集哦，这是你正式系列的第五集哦，你不要再做一个五集哦。好。那拜拜。然后我觉得阿弟真的是厨艺天才，所以我很常跟他学习。然后他的人品又好，又很会做人，很会讲话，然后又长得帅。哎，鱼竿这段就是要剪进去哦。我很常跟他学习各式各样的东西，因为他真的是太有知识性，他很丰富，他这个人是很有深度。了解。对，鱼竿最爱的好姐妹哦，哇哦，弟妹出的这个再剩五分钟，蜜香欧蕾冲泡包，露营好伙伴。这支影片是上在鱼竿的频道。所以算你频道啊，哦，对，上了我的频道，对，对，无情业配一波啊，对，我就跟你讲了，懂的，我让你业配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大家露营的时候，请带上你的好伙伴，蜜香欧蕾冲泡包，赞赞，鱼竿推荐。然后我也很常跟他学习，因为我刚刚有讲过，他是一个很有智慧跟深度的人，是，对，那我觉得可以直接说他是我的偶像。鱼竿之后的露营呢？会有更多更多非常厉害的装备，哇，wow ！我去天狗鱼竿要天狗之后给大家看，可以看天狗自己，这样别人的频道买东西，很赞啦，很赞很赞。